为普拉格油库未把安排年满十八岁、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注射 BNT 疫苗，包含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南市、苗栗县、高雄车站市、历史年有机服务站、旗舰店、高站、新庄会后生注射，其他人士在北美为民生开始注射。高雄普通街高站人士统一注射统一的比例是93.1%，总共3.6%，119.3%。你还很忙有 BNT 疫苗，老母跟我重拍对注射的研究。BNT 疫苗不得多火，有希望好问题。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现在没得拿疫苗，老公的中 BNT 疫苗该注射研究，只见高峰正大力讨论，相信在不久前会开始做本土版研究。行政院 COVID-19 疫苗注射相关专案报告基本已送到立法院，内容讲，到明年、后年，政府即将买韩国国外疫苗疫苗种。超过8800万，昨天冠军主轮三十五万，韩国会是会用羽毛球出身的最年轻选手。今年跑前，电工的招生有点开放速度升级，因为流量平台措施仍然天同不定，因为前官僚免批系统力量控管措施。美国宣布完成12年后，该车队要面中国代表33家的国家的航行制。不管是美国之前，车队要负3年内的 PCR 阴性证明四万，海外部分只注射用于新冠疫苗的疫苗，也含未封印制的疫苗，使用 BNT 莫德纳到高新疫苗，为了排除韩国疫情其他其他的疫苗。